贵宾，我们即将到达台北起点站，下车时请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手机、皮夹及行李。欢迎取行李的贵宾，请出示你的行李卡，验好对。好的话，可以预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希望很快能再为您服务，谢谢。
站几个下车？终点站、台北总站几个？